从小我自己在部落长大，我觉得部落的文化深深影响到我，一直到我从学校毕业回到部落的时候，那我就觉得可以教授小朋友一些文化，尤其是舞蹈的东西。我不会因为带着他们舞几支觉得辛苦，或是好像没有回馈，然后就中断。有时候很凶，还是谢谢他教我跳舞。因为我是一直期待有将来他们大学毕业回来部落，就接着我的工作。